无耻！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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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都出自我汤某的手笔。移花接木，简直是无耻至极！谁？刘大人，刘大人，刘大人。就是来剽窃我的作品。哎呀，我的书呢？身手如此之快，武林中能有几人呢？这些个文贼竟然雇佣武林高手来剽窃我的作品，太嚣张了！我要是不报官，难解我心中之恨。嗯，这么快就看完，送回来了。哎，我就写一个武林窃贼的故事。哎，我昨晚起夜，发现茅厕有个人影在晃动，嗖的一下就不见了。啊？那你看见他是谁了吗？太快了，没看着。莫非咱们红贵房里也出现了淫贼？白小生，白小生，你给我老实交代！呀，都累了吧？你们让我交代什么呀？你们让我交代什么呀？贼能装，当然是交代你做的好事了。好事啊，我白小生从来做好事都是不留名的，既然是好事那就别说了啊。那到底什么事情啊？你看看，撞，你再撞，你撞什么呀？你老实交代得了。阿文，你说你昨天晚上有没有偷给春桃上厕所？有没有啊？有没有啊？你笑什么呀？你笑什么笑啊？他上厕所，我白小生，我什么人物啊？啊，我白小生，我在咱春秀街应该数得上的人物。我看他，我要看我，当然了，我也不可能看，对不对？我什么人呢？不才，出来吃早点了。你吹你个头啊！你快出来，找你有事。哎，我说刘大人啊，大清早你折腾什么呀？哎呦喂，瞧瞧你这德行！我说，昨天晚上听没听这院子里头有动静啊？你也注意到了？当然了。最近呢，社会上出现了一批专门与官府对抗的人。我怕呀！哎呀，刘大人呀，您又不在朝中做官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了。哎，我嘱咐着你啊，以后说话要小心，那不要提我官府里边那些朋友。最重要的呢，不要叫我刘大人，那叫什么呀？刘老板、刘掌柜、刘老儿、刘小儿，我这么多号子呢，叫什么不行啊？就是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不承认也行啊，反正谁偷看谁眼睛上长80个鸡眼。谁看谁知道。还有你啊，春桃，我说你好好的上厕所，你为什么不关门？对啊，春桃，
一阵的上厕所，没有关门。在那么小的茅厕里边，人家害怕吗？我从小就怕黑。你怕黑，我一身白的完全不是我吧？这看电影呢。哎，佳芝，好久不见呐！啊，你真是一别三年了，你还好吧？还好吧。啊，那你怎么突然到这里来了？啊，对了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。这位姑娘是？啊，这是我以前剧社的一个朋友。我们俩一个老师，说起来应该算我师妹。哦，看起来很像习武之人呐。他以前在宫里啊做过工，哦不是，当过官，那个生性多疑，你别计较啊。哎，媚娘姐，那个咱今天那事儿一定要查到底啊，还我个清白嘛。还有那个，他也累了，刚到，我先给他安顿一下，好吧？这里呢就是小农客栈啊，环境优雅，空气清新，五星级的服务，五星级的招待，三星级的价格，让你有宾至如归的感觉。我来过。你来过？嗯。你什么时候来过？哎，对了，那庄公子以前在朝廷是做什么的？是个太监啊，不是个，哎呀，就又是阉党，我们的大明朝迟早要毁在这些人手里。庄大哥跟你说的那些人不一样，你没看他被朝廷开除了吗？就因为他不愿意跟那些阉党同流合污。你还记得吗？以前咱们的恩师在山东济宁做知府的时候，为官清廉，平时连肉都不舍得吃，衣服上满是补丁，就因为他是主印官，糊里糊涂的就丢了脑袋。哎呀，师妹，这些事早就过去了啊，就让往事随风而去吧，我们不要再想了。哎，你这回来是不是因为在外奔波了多久，这想找一个安顿的地方？我有重要的事儿。重要的事儿，让我想想。你该不会是来跟我说那些事儿吧？心，我不会连累你的。我们已经为全局做好全面的准备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们真的在城外有人接应吗？当然。哎，你看，我现在像不像林太太？像林太太，你可要注意安全的，我会为你担心的。放心，我有整个团队做后盾，还有必要的技术支持。你冷吗？不冷。你热？要想在宫中飞黄腾达，你必须具备三个条件。哪三个条件？第一，识文断字；第二，要富于心计；第三呢，就是野心勃勃。这三点，那个宦官韦斯啊，无一具备。那可是，他为什么能在朝里做这么大的官呢？他当然有他的长处了。啊，他对皇上啊，忠心耿耿。而且这个人呐，很会溜须拍马。哦，只是可惜啊，东厂现在权力虽大，但是已经是日薄西山了。对对对，真是一朝君子，一朝臣呐。哎，你说的那个佳芝姑娘，俺想啊，肯定是东瀛党所派的。可是庄大哥，嗯，这历代来说，这个太监专政是不合正统的。俺在想，他那么年纪轻轻，干嘛去趟这个浑水呢？我听佳芝说了，他们在城外有很多同僚，而且在必要的时候呢，还有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。我想他们这次应该胜券在握吧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一定不要相信暴力，知道吗？历史证明，暴力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。可有句话说得好，文能安邦，武能定国。这历代改朝换代不都是用武力来解决的吗？哎，张大哥，你能不能给我出个计策，我也好去帮帮佳芝。你呀，不要太冲动了，小心性命不保啊。张大哥，你刚才不是说现在魏斯已经实力削弱，人心向背了吗？你想，
俗话说得好，一个好汉三个帮。如果大家一起努力，墙倒众人推嘛。你呀，还太年轻了。这样吧，你要真的想帮忙，这件事你不能对任何人讲起。啊，这个我能做到。好。俺再问你件事儿。啊，庄大哥，你说，你到底有没有偷窥陈涛上厕所？哎呀，我又为什么事儿呢？我发誓，嗯，如果我偷看春桃上厕所，就让天打雷轰，让雷把你劈了，不是把我劈了，行了吧？俺也相信你不会。俺在想，像春桃这个样子都有人偷窥，这谁呢？难道是他？也许他是来打探我的消息的。也许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甭管是谁了，咱何必小题大做呢，对不对？嗯，姑娘好身手啊。公子过奖了。早就听说客栈来了位女客，没想到还会武艺。随便舞几下，最近脖子有点酸胀。我们这家客栈啊，经常来些习武之人，我总想着把他们的故事写入我的书中。这形形色色的江湖人，这书肯定卖得好。公子，你这就不懂了，所谓人在江湖，可是身不由己啊。说得好，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连我的身体都不属于我自己。哦，那属于谁的？应该属于组织。组织？祖冲之？哎，秀才，秀才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什么祖冲之？还祖喜之呢？还？你不知道？你不要看见一个漂亮女人，你就把她当天仙，行不行？哦、我，哎呀。昨天晚上有一个男人进了他的房间，好像是也会武功，而且是一直都没出来。他也会功夫？是啊。所以啊，这个你要提防点这个女人。哼，要不是白小生这个臭小子介绍来的，我早把他轰出去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和白小生还认识？可不是吗？哎呦，世道很乱啊，乱臣贼子到处都有，我求求你，我们还是离他们远一点好。哎呦喂，不至于吧，刘大人，混这么胆小，混账！不许再叫我刘大人，听见没有？刘大人，刘大人，哎，刘大人，你这，臭小子，蹄子，上好的蹄子。大傻哥，大傻哥，大傻哥，有猪蹄儿啊！我要买猪蹄儿，买俩。哎呀，猪蹄儿呢？这别这，啥猪蹄儿啊？啊，蹄子，这是洋人吃的那个骨头。骨头啊？啊。哦，哎，有没有蹄子？猪蹄子，我要吃猪蹄子，美容的，有没有啊？哎呀，就你还美容啊？啊。多好看呢，还美容！哎呀，这皮肤，这脸蛋子，我现在吧，就跟那个宫里面那些洋人换点他们国家的产品。为啥呀？为啥？哎呀，哎呀妈呀！咋的了？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我录影丢了。啥录影呢？你不知道吗？现在上边有规定，城里人不能瞎出门，就乡下人也不能乱走。除非你有录音，要不就、啊、要不就拿你当那个逃兵抓起来。哎呀，那可咋整啊？我没有录音，哪都去不了啊。赶紧找啊！我，你刚走哪儿走的？我在这边。哎呀，哎呀，行，我去找找啊。你没走那边啊？没，你看。那我跟你一块找找啊。哎呀，行，这哪去了？
王姑娘，你怎么了？啊，迷眼睛了。哎，你帮我看一下周围有没有什么信。有没有啊？有。啊，你快点给我。哎，还是我来帮你读吧。不行，你给我吧，快点。你眼睛又看不见了，还是我来帮你读吧。哎，不行，组织的信不能随便读，你快点给我，快点儿。可是我很好奇耶。干什么呢你？干什么？拼了吧唧的，换别人早一大耳贴子给你扇墙那边去了，滚！王贵是谁？啊，一个很有风度的人，在朝廷做官，而且我听说他还是一个武林高手。怎么，你要杀他？哦，不，我要得到陆隐，只有他才能有权利发放。陆隐，那拿去。充值了吗？你放心，镖局驿站都能用。真的假的？不行，我不能要。你如果没有陆隐，就出不了城了。哎呀，你这叫什么话呀？你要是在城里，我还出去干什么呀？为了我，你牺牲太多了。不要说，因为 I love you， 你的心我了解。哎，对了，帮我打探一下王贵的消息。你找他干什么？没有办法，组织交代的任务。好，那我帮你查。他是卫斯身边的红人，武功好，而且做事又很谨慎，所以很受赏识。像陆隐这样的东西，我想只有他才能有权利发放。原来是这样，你加之的事情就是我白小生的事情，我一定帮你把他搞定。不，这些事情由我们来做，你只要帮我打探一下他近几日的行踪就可以了。这更没问题了。何许人也？那个王楠，我是你的偶像，不是你是我的偶像，我非常崇拜你，我就在这儿老等着您出现，您一出现，我就觉得您咱大明朝最英俊潇洒，最帅的，我就跟您学。刚有点风吹草动就被他察觉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哎，以我的意思，你直接找他搭讪，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不行，组织交代，没有命令不可轻举妄动。组织？组成之啊？你说以我这么好的身手，怎么能就被他发现了呢？哎，不行，我还得回去看看书去。走吧。
王姑娘，好漂亮啊！要出去吗？是啊，汤公子有什么事儿吗？最近我听说外面有些东林党的人在活动，你可要小心哦。多谢汤公子关心，我会多加注意的。昨天有人来送信。你都看到些什么？若想人不知，除非……我想你应该明白什么意思吧。嗯。聪明。别说了，我全都看见了。哎，我说你这个小色鬼，啊，我原以为你啊，会把对女人全部的感情都扑在创作和虚拟世界里，没想到你生活当中你却是走人，离开我这儿，搬家。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你千万不要传出去啊。嗯，那不行啊。夏芝是白小生的朋友，我得告诉他呀。嗯，刘大人，不是刘掌柜，刘大爷，刘老师，你千万不要传出去啊！你要是传出去的话，我这一世英名可就毁于一旦了。我还会成为大家的笑柄啊！你千万不要说出去啊！好，若想人不知，除非……哎，你怎么也来这一套啊？你说你这个人吧，打你也没钱，骂你也没钱，除了我把你卖了，还不如驴值钱。哎呀，我这哪是开客栈呢？我这是养了一群小爹呀！哎，您别走！哎，刘大爷，刘掌柜的，刘老爷，刘大爷，你别说出来，刘大爷。我自己的朋友竟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你听我给你解释呀。不要解释，解释都是掩饰。我需要信任，我需要信任，我没有一个可信任的，没有。哎，你别喝了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我就想写一个女侠的故事，我找点素材。别说，你这都是胡说八道。胡说八道是吧？那个家之可是去找那个王贵了。你说什么？哎，又是那个什么祖什么之？
祖冲之，他们去找他干什么？我哪知道啊！陆毅，哎，白兄，哎，白兄。 那个王贵都对你做了什么？只要能得到陆隐，他对我做什么我都心甘情愿。你打够了吗？打呀！13张路牌，我现在只有一张，你要不要打够啊？这都是为了什么呀？组织不让说。 这是任务，任务，什么任务啊？那么多人，都是武林高手，啊，就会像猴子一样的窜来窜去的送信是吗？就让你一个小女子在那执行这项任务？当然不是我一个人，这是整个团队的任务，而且我们还有技术支持的。我呸的个技术支持！凭你的功夫。 完全可以趁其不备的把他给杀了，可你为什么不那么做？这不是行动计划。那你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行动计划，是吗？你告诉我呀，秘密行动无可奉告。他们那是在耍你，啊！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以前有什么事儿，你都会来问我，啊！直到这次见面。 我发现你长大了，你敢干那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了。可万万没有想到，你就是个傀儡。我知道我在做什么，用不着你管。你以为你是最聪明的，哼！像你这样的人，永远改变不了一个时代。谁呢？又是那个什么组织？疯子，全都是疯子。 我在你心里是什么位置？啊，你是怎么看我的？我以为我的家珍妹妹又回来了，她心里还想着，还念着。你不要说了，我的心不在这儿。那在哪？在你们那个什么组织那儿是吗？啊，你告诉我呀，在哪儿？如果你没有别的事儿，我走了。你。 全都是疯子！都是疯子！都是疯子！ 是谁？你的妈妈是花儿花生米，那米的爸爸是谁？爸，哎，你的爸爸是谁？姐姐，小生哥，哎呀，小生哥，哎呀，哎呀，喝着这样的小生哥，哎呀，快点抢，抢，抢，喝着这样的，哎呀，哎呀，我的酒，豹总，哎呀，哎呀，你咋喝成这样的呢？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下屋里，下屋里，哎呀呀呀，你小心我的桌子，我的桌子，哎呀，哎呀。 庄大哥，庄大哥，你以为说进来不敲门呢？啊，哎呀，哪还来得及啊！我跟你说，庄大哥，陆隐，你帮我做些陆隐好不好？那是朝廷的通关卡，怎么能伪造呢？哎呀，不是，现在，哎呀，我太着急了，是加之去找王贵了。那就是为了陆隐。对，一共13张。哎呀，要是这种情况，那就很麻烦了啊。
如果要是为了露营，这说明呢，外面肯定有一群人要到城里办大事。哎呦，庄大哥，你别吓唬我，那到底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家产往虎口里跳吧？那你跟那个女的什么关系？啊，是这样的，她是我师妹，早年前呢，我们俩曾经那么有过一段恋情，但是后来由于我们志向不同啊，她不支持我在演艺圈发展，后来就分道扬镳了。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她干出这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啊！哎，现在啊，很多事儿都没法说呀，是是非非都真假难辨呐。俺劝你啊，以后一定要多小心，跟这帮人呐要少来往。是，你是不是对那个女子还念念不忘呢？啊，实不相瞒，佳芝啊，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女孩。现在想起我们俩那个时候，真的是闭目敷衍，流连忘返。多少次在梦中，我呼唤着她的名字醒来，泪水沾满了我的衣襟，她肯定对我也心有感触，要不然她绝对不会这么千里迢迢的来找我，而且来打听我的行踪。万一她行动失败了，把你找出来了，你还有的活吗？我愿意为她去死，只要是为了我的家之，上刀山下火海，在所不辞。我想她为了我，肯定也会这么做的，也绝对不会把我供出来，哪怕是献出宝贵的生命。好，既然是这样，俺送你一计。啊？调虎离山？对，就是外头的人不需要进去，把里头的老虎调出来，然后。庄大哥果然妙计，闭了，那我走了。记得小时候咱们俩在一起。嘿，这是什么？戒指，从哪儿弄的？王贵给的吧？组织奖励的。组织奖励的，就为了杀那个太监，啊？为了杀那个太监，不惜出卖色相，就奖励这么一枚戒指，啊？这到底都是为了什么呀？我也不懂。你看看这个。认识，这画的啥？这是由符号、繁体字、日文、韩文，所有的非正式化的文字所组成的。乍看像是写错了字，不过它的用法跟咱们的汉文不一样，所以从表面看不出什么。这些人都什么人呢？这么奇怪？你明白上面的意思？啊，当然了。凭我白小生这么多年行走江湖，阅览群书，啊，我不用猜也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就是你加之临危受命，肩负重任，结果你出卖色相，出卖灵魂，成绩完成的非常突出，就奖励你这个了，对不对？以资鼓励嘛。他们让我吞下这枚戒指。吞下这枚戒指，他们也太残忍了吧！啊，这么大一颗戒指，这么小一小女子，你怎么可能吞得下？喝点水才吞呢。你正经点儿。那你说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呀？任务失败了，我要和我的同伴们随风而去。失败？你不是，你们不是已经从王贵手中拿到了这些令牌吗？这些引路牌。
一切都在计划之中。我只不过是一个棋子，任人摆布的棋子。哎呀，好了，佳芝，你说自从你出现这些日子啊，一直到现在，我真是为了你，茶不思饭不想，夜不能寐的，真是操碎了心。哎，我给你带了一样好东西，肯定能帮上你。你看看这个。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不是，调虎离山。你到底是笑还是哭？你告诉我怎么回事？贾志明，你快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？调虎离山，我就是被这个计策所蒙蔽。啊？这个计策？不是，那你告诉我。这组织到底是什么？你快告诉我呀！你告诉我，组织到底是什么？东林党。东林党。任务失败了，他们全都死了。一个，两个，哎呀，三。老张，这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你告诉我。调。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组织让我引开那个王贵，并不是为了什么陆隐，他们早已经进城了，被刺杀卫四做好了全面的准备。原来是这样。那个王贵寸步不离的那个卫四左右，所以组织让我去引开他，调虎离山。他们也太残忍了。你现在终于明白了，你说的对，我就是一个傀儡。可是你是被骗的呀。我不怪组织，也许他们有他们的想法。小生，如果你对我还有真爱，请你让我继续我的工作吧，佳芝。佳芝，我们不做了，好吗？你跟我回去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还在等着。你跟我回去，佳芝。佳芝。没想到白小生对那个姑娘如此情深意重。哎呀，可不是咋的，看来是咱们冤枉他了。什么？就是那个偷窥门事件呀。你还记着呢？哎呀，想想这小生哥也算是个君子。哎，其实啊，在咱们春秀街，就属小生哥桃色消息最少了。你该不会是……哎呀，脸红了啊，红了红了。你们俩干嘛呢？啊，薇姐姐，我们在谈小生哥呢。嗯，白小生。哎呀，怎么又没来？走啊，走啊！哎呀呀，跳啊！周仓不就跳下去了吗？跳马呀！你得意马呀，带着你得意呀！嘿嘿嘿，轮到俺笑了。
哎呀，告诉你吧，你不管当过什么，你还是立过多少的功劳，在如今国际金融环境下，你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棋子喽。调虎离山，将军。行了，不跟你玩了。哎，你这什么棋品呢？这就不玩了？哎呀，没意思。没，你输了你没意思，你回你。你不要跟俺说话，你除非承认你卑鄙。我凭什么卑？我哪儿卑鄙？你看你下棋都这样，我还卑鄙？那你干嘛用俺教你的招数来对付俺？你教我，你多会儿教我？这都是我自己研究的。就凭你，你也能研究出来？我怎么研究不出来？你看看啊，这必杀技看什么？俺一直在让你的。行了，又不是小孩，下个棋还吵架？吃饭了啊，走。吃吃饭吃饭。不行，你在这好好反省反省。你说你刚来几天，你犯了多少错啊？给红贵坊上上下下多少人带来麻烦？我，你什么你呀、啊？不许他吃饭。哎呀，别说了别说了，吃饭吃饭，姑娘们给你包了饺子。我最爱吃饺子。你别去。吃什么饺子？别让他吃。你干嘛不让人家吃饭呢？就是。哎呀，等会儿给他留一把就行了。啊？走吧走吧走吧。我这，哎，这饺子啊，饭量大，他要是吃饱了，咱们就别吃了。吹过。